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是端午节，祝大家端午节安康。今天有位热心的阿姨都60多岁了，从仁川坐地铁给我们拿那么多粽子，真的特别感动。然后今天还有一位经常看我们视频的大姐给我妈送的花，还给我岳母送一盆，给大家看看。媳妇儿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？我就认识满天仙。这鼻炎闻不着味儿。妈，给你，网友送给你的。我得拿那个。哎呀，我妈行啊，还有粉丝给你送花呢。你看给咱们拿这么多粽子，蛋黄肉粽，还有红枣的，还有板栗的。哎呦我去，这一个粽子这么大呀！啊，比这市场上卖的大多了。打开一个尝尝啊。尝尝吧。我头一次看见这么大粽子呀，还热乎的呢。啊，那能好吃？关键是人家特意从仁川坐车来给送的。都60多岁了，阿姨。是啊。咱们虽然说在国外，也过咱们国内的节日，端午节嘛，是吧？你拿这是啥馅儿？这个是红枣的。干嘛？给你。你看这大粽子。太大了，那一碗饭都多，是一个就吃饱了。咱分着吃啊。行，我拿刀切一下。你看红枣是不是能好吃啊？妈妈你先整一块啊。妈，给我好吃，你看这多大，切一半都比那个卖的大。你看这媳妇儿，尝一口。哎呀，好了，就一口。你说一口的。这个好吃，这大枣的。等会儿拿家给我岳父岳母也尝尝。你再吃一个吗？啊，晚上都不用吃饭了，怎么吃啊？这整这么多咋整啊？吃呗，这个还嫌多呀，我还嫌少呢。真好吃。但你知道我以前不知道了的，放蜜枣的甜的是咱们北方的粽子，然后放什么肉啊这种是南方的粽子，是咸口的。是咸口。是。等会儿再打个肉的。板栗的哈，还有毛肉，还裹板栗。咱们朝鲜族是不是不会包粽子？不会，哪有会包粽子？是。我爸的干啥呢？让我爸尝尝吧，好吃。行，明天跟我吃这个。我再吃个白菜。我说录那个阿姨嘛，她说她不喜欢上镜头，所以没录。送花的这个姐也是的，我说得上视频吗？她说不喜欢上视频。有果子看咱们视频的哈，就是想来咱们家，完但是怕咱们拍的，完都不敢进来。咱们都是经过先问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板栗是先腌大米，腌完了再做的，肉啥的先腌，可能是哈，就色就不一样。那搞啥腌的呢？这咋有点黑呢？腌的吗？它腌的。哎，你看这肉。哎呦我这能好吃。我愿吃这种。我不带肉的，给我一块。尝尝带肉的。那不带肉的。哎呀，你这配必须配点肉吃才更香。那白菜都我吃了，你吃啥呀？你吃呗，你吃吧。那那么多呢。我更爱吃这个。是吧？这牛肉啊，还是这有全蛋。那我还是爱吃粽子。哎，这好吃，我先吃这个。阿飞，你进来，阿飞去。给你尝一个，好好吃。饿了吧？比香肠好吃多了。这玩意跟香肠是两码事儿。你们买香肠不如买这个吃。有时候吧，我都老感动了。自从开这个牛影店，有很多网友来咱家嘛，
然后买的水果，买的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来。但是我这个人吧，忘性大，你这次买东西来了，下次来我就忘了长啥样了，因为来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来我家呀，买饼也好，你上这坐着聊天也好，看我们也好，不用买东西。在这里真心感谢大家，你下次来吧，我就忘了，因为我接触的人太多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然后反正你该来来，该玩玩。然后如果就是小胖不记得你呢，你也别太介意，他吧就是不太认人，然后现在又都戴口罩啥的。是，嗯，有时候来买饼了，完了我妈说他上次不拎水果来了吗？你没说谢谢啥的。我说哎呀妈呀，我都不知道，忘了呀，我都想不起来了，这多尴尬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来我们家呢，不用带东西，就随便来聊天啊，说话啥的都可以，不用带东西。在这里真心的感谢大家啊。嗯，妈，我爸吃雪糕呢。怎么呀，这绿豆水果谁给你买的？我买的。我这可能，但糖尿病吃能行吗？你看妈抢着吃的，现在。我给你买的那个荤菜，荤的都有荤菜包子。我买的冰箱里还有，吃吧。这几天天气热了。买的绿豆子搁哪买的？这个好吃。我给你买的。那我俩收拾收拾回家了，让我岳父岳母也尝尝粽子。嗯嗯，去吧。你俩看着吃点啥吧。嗯嗯。我和大胖已经到家了。我岳父岳母应该睡觉了。Lucky， 我家小 Lucky， 那这粽子咋整啊，媳妇？你就放上面吧，明天早上起来起来就吃了。Lucky， 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不少啊。嗯。这么多粽子能吃了？吃不了。爸妈也吃粽子了。哎呀，还给咱们留一个呢。爸妈没想到咱们能拿回来这么多粽子，是不是？嗯，明天早上起来有惊喜，这么多粽子还有一朵花呢。嗯，咱俩洗洗早点睡觉。嗯，明天还得起早上班。是，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